保罗的平行世界震在河上。日本311大地震之后，许多妙龄女子开始喜欢找和尚谈心，出版社也赶着这波热潮推出《美和尚图鉴》，还举办美和尚座谈会，和尚在会上除了诵经说道之外，还跟粉丝一起把酒言欢。日本妙龄女迷上美和尚，原因是一，日本和尚能喝酒吃肉也能结婚；二，和尚比较值得信任；三，和尚可以无所不谈；四，俊男人人爱，和尚无负担；五，勾引和尚乐趣多。